这个笔记本慢慢抄下来的、啊，是吧、啊？不过也好啊，感觉啊，对，挺好的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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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拍下来嘛。这个是联通，也是公司股，也是公司股啊。我们都是公司股，都是公司股。哦。哦，在这里是公司股，这是它的名，这是它的唱，这是它的池，唱池，它的池，就像它这个边上。对对对，边上这才是它拉的。隔壁遐老前辈，点么去制作的遐，拢袂少。哎，门外头去有有遐，无去啊，拢袂是遐。啊，点么老制作，啊个八三年，阮遮阮。一代，阮只一班的只差不多啊，人呢，变不好，我做了代表出去。啊，希望含教安将，许教安个，许种抖音做一个请来做啥物？啊，我有听说叫赛赛跟玉盘，有听说过，就是指你们两个班什么84年的六月。二号下午去他家的，底下那个，然后他妈妈下午，第一次这边我有啊，我这边有，你有是吧？哎、啊，那这边桌上也没电脑。我当时是小声，小声，我在里面演小声。哦，专门唱。我这个老过了嘛。就是这个跟鞋，抄这个气功，跟这个学员学习。对，是。他就白。你很熟悉，我知道，我在昆池也有这个，天天也有这个，嗯，习学习没有3年时间。百里奚哦，百里奚里面的一个唱段是吧？百里奚，那百里奚是剧目吗？对，是一个剧目，也是剧目，是一个剧目。昆池里面也有这个啊，那昆池里面也有。好，开戏。当初。水晶罩
心中不依也待自依，但不知其何秦王生了死。好，拍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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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